诗曰：“一卧西湖梦玉醒，宋家烟雨隔南屏。君臣不洒江山泪，驼马长留草木心。说鬼偶然残麦望，传经谁可听嘉陵？子阳问道无余答，只记前身贺氏行。画表云娘一行四众，辞了宝公禅师，一路南来。太定挑着行李，细珠扮作女道。” 老师孤敲木鱼化斋，只有芸娘终是见人羞残，不像各酒出家的。幸得南方家家好道，不消念经就送出斋宫来，还有送上布施铜钱白布的。只是一路茫茫，或投寺院安歇，或是搭载渔船，漫山过水，走了两月有余，到得临安。 是南宋绍兴二十一年秋尽东出光景，那里去找问慧哥信息？到各寺里问的各影二，不过是游僧挂搭。及至寻到近前，又不是了。云娘昼夜啼哭，老师孤劝他虔诚亲上南海，祈求菩萨灵感接引，休把儿子放在心上，倒是爱根牵缠。 不算一心修行的了，芸娘没奈何，只得随众南行。过了钱塘江，问下海的路，水路一千余里。到了绍兴府地方，赶不上程途，天晚下雨，把衣服行李湿了。路旁一座火德星君庙，叫开庙门问路，却是一个泥。安，叫了半日不应。 只听得里边叫了空“空开门”，太定忙叫云娘不迭，走出一个小尼姑来开门，年纪二十余岁，生的且是雅秀，一团和气，让进云娘一行人进庙来。走出一个老尼姑，有五十余岁，拄拄拐杖，疑似瘸子般。 却是一双小小脚儿，也是半路出家的，忙问芸娘何来。芸娘和老师姑细说了一遍，是朝餐南海的，到了宝方，天晚下雨，借宿一宵，迪歇米来，常住里吃斋，不敢打搅。老姑子道：“十方贤圣就有十方接待，我这小庵虽不留，众。” 几位师兄远来，难道一顿粗斋就备不起？忙叫徒弟了空备斋，一面斟了茶来吃了。泰定放下行李，也去帮他担水烧火。原来门前一个神泉，用竹竿指引到屋里灶前。南方丛林里都是如此方便。少请，煮的饭熟，晚斋已毕。 泰定自去庙门下打一个草铺，云娘和师父一单，没有闲床，细珠要在地下睡。那小尼姑道：“我两人一单上，将就过这一夜罢。”老瘸姑子自去里面一张禅床上睡去了，不提。原来这小姑子法名也叫了空，和细珠在外间一张绳床上睡了。 睡到半夜，细珠是走路乏倦了的人，丢下头鼻勾鼻勾的睡着，脱了上衣，只穿着小布裤儿，一个就倦抹胸儿，不解中衣，只松了裤带。那只这尼姑却不是慈的，就是这老瘸姑子的性同如意君，扮作尼姑，却是个沙弥，这了空悄悄钻过细珠身边。 一头并枕，用手摸他的乳头儿、肚皮儿，渐渐摸到下边，把裤带替他松了。细珠那里得醒，退下裤来，以下删节二十个字。细珠猛醒，忙问道：“是谁？”他只说是太定酒不同宿，一时间进来偷野食吃。那晓得这小姑子是个熊的。 急忙推开身子，却是这小姑子了空来和他干事，摸了一把，以下删节十五个字。细珠不敢高声，道：“好出家人，你不是个姑子，倒是个和尚。”连忙跳起来找衣裳穿不迭。姑子道：“我就是南海大寺里的沙弥了空，常来这庵里行走。我这南方。” 常是尼僧同居，你要走漏风声，坏我们的戒行，叫你一步回不到北方。快快上床来，依我睡了就罢。你若不肯，我随你到了南海，也逃不出这几座寺去。那个和尚没有几个尼姑，那个尼僧没有几个和尚，只除非是观世音菩萨。 才是个真修行的，慌的细珠大叫，惊醒了云娘、泰定，一起起来。细珠又不好明说，直到有贼，这小尼姑开了门，一直走了。闹到天明，全没敢睡，黑暗暗收拾了行李，去此老姑子起身，只见老尼姑在房里大骂。 那里来的一起村野侉蛮妇们，平白的到我庵里作践，骗了斋吃，还半夜里起来打劫。天明了，我和你见官报县，绝不干休。云娘明知他修了撒赖，只得忍气走出庙来，上了大路。从今再不信这尼姑和尚了。一路小心，过了宁波。 定海地方，望见汪洋万顷，就是南海了。浩渺接天，亭宏绝地，南极朝宗，为日月归藏之府。东江总派，收名峨尾驴之躯，名山渊珠，庞结雁荡天台，雨学会稽。下接潘禺岷岭，龙宫千丈挂冰霄，鲛人之锦，鲛枯万层排雪窦。 傍母含珠，海翻几片日边来；范隔千寻天外起。原来过海船不等顺风不敢开，不等人多也不肯开。云娘等在海边村里寻了一口庄家的屋住下，使太定下乡化些米来，连住三日。等得一起镇江进香善人和些僧众们上了大船。 抛了神符，拜了菩萨，齐声和佛念住南无灵感观世音慈悲名号”，才敢开船。云娘一行四众，随在船梢上过海，不提。却说了空从渡江南来，在宁波得病，渡海遇了飓风，幸喜道遇顺风吹回船来，得登彼岸。音响，这南海地方空阔。 大寺小庵，名山净士，不止一二百处。那里寻见我的母亲，就是泰定也不到这里，那里去问他们，就往南来，也无处找我。因此写了一个木牌，挂在胸前，示了空，画斋四个大字。虽到海中，不去安禅听讲，只在各处化斋。 以便探取母亲信息。那日，芸娘一行过了海，还隔菩萨的大寺有二日的路，也要探问慧哥的信。使太定扮作道人，去左近寺庵里化米，好访问信息。那日，太定化斋去了，芸娘在一个施主寡妇人家吃斋，天将晚了，太定不见回来。 只好借宿在此，等泰定来。明日进山了。细珠在门口立住，只见了空披着那多进的村来，朝着细珠问讯，只说他是本处的善人女道，要在此化斋，方便投宿。这细珠略识几个字，见胸前挂住牌子，是了空化斋。 想起那一夜假姑子的话来，说要随我到南海，好歹不肯放空。这思想是知我们过海，随后赶来了，慌忙与芸娘说之，纳了空远远立住，还不曾开言，只听细珠、芸娘突长突短一顿臭骂了空，不知是那里胀，可怜忍气吞声。 回步而走，自古道：“此处不留人，还有留人处。”一个佛国地方，位位女菩萨和这比丘尼们，全部学好，就不布施也罢。因何破口伤人？了空低头去了。诗曰：“姓名面貌几层真，真假相遗书兼亲。认贼为儿多自误，将仇主子是何因？” 曾参投注疑慈母，养虎招尤误圣人。衣钵不逢真骨穴，当前错过失金针。看官听说了空母子对面不相认识，难道细珠也不记得慧哥模样？原来七岁上被兵赶散，做了十年沙弥，改头换面，尝破了面皮，又经了一场大病。 枯黑干瘦的一个小和尚，这云娘也做了尼姑，老了许多，自然对面两不相认。细珠夜里吃了假姑子的亏，白白的被他弄了，一肚子恶气，如何不骂了空自去头骨寺打斋，过夜不提。天将入夜，太定回来，化了五升米，说道。 预祝人家斋僧到场，留着吃了三个大油饼，又是一百铜钱，又打探出一个喜信来了。云娘问道：“什么喜信？”泰定道：“我问这斋僧的人家说，有个小师傅名叫了空，可不知南海丛林里有这个名字没有？”那家道：“有个了空。” 时常在海中各村里化斋，一个牌子挂在胸前。只在这几座寺里，他又不安耽坐禅，说是探问母亲的信。这个信是真的了。当初和他男来找娘，他原说要朝南海得，我明日早起去把这个村里一问，他既有了招牌，就好找了云娘。 细珠唬,唬了一惊，向太定道：“今晚来了一个了空，因想起那绍兴府贾姑子了空来，怕是他装作化斋，又来赶我们的，被我们大骂一顿去了。也是一时性急，不曾问的明白，他就去了。那会哥当初也不是这等一个黑瘦的。”太定道。 一个人隔了十年多，又剃了头，那里认去？这多是会割了，恼得各云娘一夜没睡，把不到天明，叫太定各处去找不提。却说这了空因找寻不见母亲，不敢投寺安丹，白日各处化斋，夜在山岩树下打坐，也不怕狼虫虎豹，发愿。 今生不得见母，绝不还乡。那日走到一座山崖边，只见一个白衣贫婆在涧边拆洗破衣。见了空来，坐在一株松树根下打坐，便问了空道：“小禅师，你有什么衣服脱下来，我替你将洗将洗。我在乾安里住，有个儿子出了家，来此看他。” 替他拆拆衣服，也是生他一场。这些身上够腻，通洗不净。只有这个涧水，是老母浊够泉，随什么坏破直多。一惊了，这水都是光明洁净的，又不沾灰泥，又坚壮耐穿，再不得破的。了空大喜，急忙脱下这件破纳多来看了看。 一片片补的破布铺衬，一年多不曾离的身子，这些尸几灰垢都生满了。那得这个女菩萨一片好心，休说替我将洗，就拆开替我缝补几针，也就是不湿了。要脱下来，天又寒冷，没得替换，只得问女菩萨借个针来缝缝也罢。 那白衣婆婆接起金底，取出一个金针，送与了空补多。好个金针！契曰：不是凡铜碗铁，曾经水火磨成。拈来切莫暂停工。绣出鸳鸯交颈，最怕一针有错，乱丝机缕难成。穿针九孔要分明，乞巧天孙去定。了空得了金针。 将破纳多取来放在石边，看见前襟底下一块破布，高突突滚将棉絮出来，有些破绽，用针挑起这块布来，抽出些絮子好补。不想揭起破布，露出一个黄沙囊来，不知是什么物件，用手一捏，沉甸甸圆碌碌，拆开一看。 原来是一百八颗七宝佛手的鼠珠，这件破纳多中如何有此一宝？才代告诉婆婆。抬头一看，那里有个人影儿，把手内金针急忙把珠子奉上，藏在胸前，使金针手塞住。起来，在着垢泉取出钵鱼，舀出一钵清水，先洗净钵鱼。 却取第二波水洗镜面上尘土，又取第三波水一饮而尽，觉五内清凉，尘心病体一时洒落，真是甘露洗心筋骨患，金骨换醍醐灌顶，玉池融。了空披衣脱钵，从山涧边来，远远望见一个道人，挑着扁拐蒲团，大踏步走的将近。 看着了空从山下过，他却立住了脚，只管细看。等这了空到面前，这道人呵呵大笑，大喝一声道：“你走那里走？”虎得了空，只当做劫路熬神、杰森的外道。睁眼一看，却原来是太定，怎么也来到这里？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。 得来全不费功夫。诗曰：“月水无山何处寻？主人缘不隔前林。浊江法水还三宝，收得明珠值万金。手拈菩提慈母进眼看彼岸导师林。团圆正好回东土，听取潮音观世音。主仆二人，一僧一道，坐在道傍一块盘陀石上。” 个人细说别后之苦，泰定说：“大娘为你出家做了尼姑，远来找你。前日说骂了你一顿。原有一个假了空装做尼姑，只当你是个假的。”了空笑道：“我只知一个了空，哪知道弄出许多假了空来？果然骂的我没处去想。”又诉说被贼掳在山寨。 预祝锦屏小姐放我下山，一路找寻没信，才到南海，不想此处相逢，真是千言万语，一时难尽。说话多时，天色晚了，问道：“泰定，还有多少路才到母亲住处？”泰定道：“我听的有一家善人斋僧，知道你在这里左近。” 走了几处，俱有信。不知你走到海边村里来，我出来了三日，这山路黑了，又怕有虎，今日回不去，且到寺里宿下，明日走罢。大娘在村里等我的信。不知怎么焦躁里了空道前边有一座小净室，有一位苦行的老和尚，我常来投宿的。 且去打扰他一斋，说住话。二人走到门前，只有两口草庵，师徒二人住着，以耕种石田为行，也不参佛念经，每夜打坐不睡。听得狗叫，小沙弥赤着脚来开门，认得是了空，请进来上绳床坐下。没有夜饭，却是一锅曼青和歇山芋。 煮的稀烂，烧的满屋松香。个人吃了两大碗，了空还念了功课，同太定上单睡了。次日才去拜见母亲。正是雪饮露丝飞始见，柳藏鹦鹉与方知。不知将来几时得见，且听下回分解。